在酒店英雄救美，不小心抢了别人的前女友，为防止悲剧再次发生，我好人做到底。他怎么在这儿？他怎么在这儿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谁在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今天必须跟我解释清楚。哎、我没什么要解释的。说话就说话，你别动手行不行？好了，宝宝，咱不闹了，行吗？谁是你宝宝呀？你宝宝在哪儿呀？闹什么闹呀？谁跟你闹？我发誓，我跟这个女的已经完全撇清关系了。我现在心里只有你，真的，你信我一次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信不信有什么用？跟我走好吗？你们两个有没有关系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呀？啊？你走不走？走什么走呀？我不走。你今天必须跟我走。不走。我刚刚不都已经说了啊？别再动手了，听明白了没有？有意思没有？啊？神经病吧，你不用。他脑子有病。你们俩行，等着。喂。喂。你在哪儿呢？东西我给你拿着了啊，你赶紧过来吧。那个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早点休息啊。对了，记得把门反锁住。菲菲，怎么？那个加微信吧。啊，咋了？相中我了？奶茶钱。我也没有全部 California， 我的爱也全部 California， baby，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，只想把你藏在我心底，所有美好全部 California。